不能在这里久留，这个位置要死人，快走。走，问题很大。坤哥，这把我保你，毕竟你几把第一个死了，我申请个手刀保护，保护一下你。真的吗？你不会养我猪吧？我是这局比赛里面天天被养猪的人，我只是有点心疼你。没事没事。哎呀，我现在多看了一眼。赶紧远一点，别被鸽子贴了，好吧？等一过来。OK OK。没事，主要我这把也很硬，你知道吗？我是瞬移，我毫无卡。人呢 ？OK， 找到了。直接当上一个人哦，把他点死。什么是鸽子吗？马老师？你看他走位，我鸽子站着不动，就算我鸽子，我跟你讲，妖得一给当鸽子，他会说来来来，大某你什么身份？他会问，不动，你知道吗？我不动，他会跟你说话，竟然给你泼。我往前走一下，我看他靠不靠我，我看他敢不敢贴我这一下。哎呀，你们不要老是在这，坏人好人都打我，然后呢，坏人趁机也打我，对吧？溜了溜了溜了 ，OK OK，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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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要，咱没必要在这里。营地任务直接开始，我这里还能走得过来？坏了，这个等我哎，坏人没过啊。尸体是在训练场啊，训练场右边那个，我看一下，右边那小方格的左下角啊，边角角里边啊。然后见过小文，小文在这个敬拜坑那个报警的那个位置，他在干什么？那地方有任务吗？不知道。哎，路上还见过谁？忘了啊，别拍我说什么倒头什么加拿大鹅啊，我那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尸体。找到了小可爱的尸体，啊，然后我是在那个左边那个暂存准备区那边，我见过团儿啊，见过团儿，然后去西堡市做了个任务，往下走，看见小温，然后再往右边走，拍到的尸体啊，过来，啊，是能看见尸体的啊，过来。我是全程单独做任务的，我是在喷泉那钓完鱼，然后。做了左上角一个那个扔罐子的任务，然后我想往左边走去那个就最左边那个什么金銮殿，然后就报警了。确实没骗我，他确实临走的时候说是他是。他不止死了个修可爱哦，还有个大谋哦。在修了个拍景之前，我们一堆人在那个就在那个中间那个地方，那个左边就是那个拍警报的，然后一堆人在那盘，然后我是一直在瞬移的，然后。见我就太卡了，我就走到那个左边那个角落那卡了一下，后面看到秀才哥过来的，然后我就想跟你们全部都走了，我就直接往右跟着秀才哥的屁股过去，然后我能做实就是秀才哥他在那个训练场就那个最里面他是走进去的之后拍了这个尸体，我没有什么线索啊，我是个平板，过。平板鹅什么意思？干干瘪瘪。这一轮如果说就是小温能够帮秀才就是保一手，他是跟在他后面的话，那我觉得就构不成秀才刀到加拿大鹅这个举动了，因为他后面有人，他不可能就是知道后面有人然后去刀这个人，没有必要。然后呢，三三听他的发言是从钓鱼那边过来的，那就是有证明，就是说他应该是去了右边，对吧？那有这种嫌疑，所以这边会小小的怀疑一手，但是的话呢我也说不准，因为这把我也是单走，我是一直在左边那个任务那个然后呢也是见过秀才和小温，但是都没有抱团。那听一下你们后面说中间抱团的那一群人能不能互保吧，我觉得这把可以出个外之位，但是我不出，我不扛出，好吧？如果说秀才和我就是说除了我们俩只有三三去是那个位置位，我建议出三三，因为三三他毕竟是从那边过来的，对吧？我是全程没去过那边的，所以说这个我不排，好吧？我不被排过了。团团的发言我觉得他没有队友，就是也不像猎鹰，他因为他自己说自己单走嘛。我觉得团团这把是好人，然后轰轰跟西恩不知道有没有一起走。
他们两个是我们在中间很晚的时候分开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中间确实聚集了太久了，所以我一路我往左边上面，我想去找尸体踩尸体，所以我就从左边一条道往上去，但没踩到。那尸体在右边我也不太确定，但是轰轰跟西恩应该没有这个脚程去右边刀人哈。哦，过。我这把铁保西恩小姐姐，要出她先出我。轰轰发言，然后我们最后的时候刁德一也在，那说明我们这里三位同学根本动不了这一刀，那这一刀只能是三三。 OK， 过。刁德一发言，我上来大概找了十几秒才找到的人啊，然后到了饭堂那一块很多人都在，你们都看到了，都在打我，我也什么都没说，跟着后面直接就和这个跟在轩后面，离得有点远，你们没等我，对吧？你们看到了，那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没有时间动刀，走了两个，对吧？小温这把发言还不错，直接拍了个鹅，在我这听感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柯短听感也非常不错，其他人哦，包括秀才、报警人可认，其他人都不认。朱大强归票，我不想让朱大强归票，其实你归票，对吧？你在朱大强、三三加同住里面归一个，肯定是没有错的啊。过。先发言，这把我全程跟轰轰哥哥一起走的，那他老是第一个死，我就想保他一手。我操，他叫我哥哥，我操！我觉得他们都能互保的情况下，秀才哥的发言肯定，然后小文可以保他，然后呢，我觉得也可以出外置位的三三啊。我操，他叫我哥哥。朱大强，请朱大强发言。那我觉得是我这我一点都扛不了啊，这一刀。虽说是中间咱们会合的时候我在，但是我当时很害怕，就是有混刀，我自己单走了。我也是去的那个，投不了。就是狼做那个叫什么滚石任务那条小道那去做任务的，所以那这把就是先把三三出了吧，让他先扛刀吧，我不扛，我一点扛不了过。我操！他妈的拿命保，老子拿命保，晕了。耳机一戴，什么都听不见。避开城市的喧嚣。不集合吗？这把没有信息。不集合吗？嗯。哇，直接是一个仙的招。耶，仙呢？有什么身份吗？走走走，仙做任务，走，直接走，走。哇，铁保你，轰轰哥。没问题，这把我也铁保你，要出你先出我，走训练场，直接双人射击打靶，直接走。好的，我跟着哥哥一起。无敌，这把真无敌吧，这把就靠任务就能把狼直接拿下。走，路过客团都不用打招呼，你知道有多硬吗？这把我在左边有个任务，哎，掉不起来鱼。走，西宝室直接 let's go。 咱俩可以护，必须护宝，不用护宝就我保你，单方面保你。等我一下，金币里一下，你看到没？科团都不跟他打招呼了，这把他不对劲啊！他想动手，没机会，根本没机会。他一直跟着我。切下胡萝卜，他根本没机会，他这把根本没机会。来，科团，来，团总，没机会，根本没机会，就往下走，直接一个堵住，接着做这个任务。哟 ，Ogi， 这一把我直接在这个中间，就是这个开饭堂的这个地方踩到了一个鸡腿，是看不见的，我直接趟到的，那就证明专业杀手还在。让我看一下这把死几个人啊？三三被我们投出去的，上一把是死一个还是两个？两个，对，两个。
山上被投出去，然后死两个，这一把又死两个人啊。然后在我这边的话，朱大强是不做好的，因为其实朱大强上一把的发言他已经撒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左边的，我是一直在左边那个地方游走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他说什么在那个石头那个地方做任务，我从那个石头最后报警的时候，我从那个石头过去了，我去那个金銮殿那个地方了，都没有看到你，从来没有见过你，好吧？所以这一把我肯定是重重的踩一手朱大强。然后刚刚不是关灯了吗？刚关灯的时候呢，就是视野比较小，但是呢我是从右边一直走到左边，我中途是听到了仙和轰轰在讲话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在抱团。那如果说刁德一小温你们两个都在抱团的话，那这把出朱大强没有任何问题，我是博分之博，不可能刀到了加拿大鹅的，好吧？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场上肯定有加拿大鹅会为我作证的，一定会为我说话的，好吧？请加拿大鹅站出来。这种时候虽然我单走很可疑，但是我不接受扛推，我不扛推，好吧？我全票打飞朱大强，裸点一只狼，绝对是他。哦，好，轰轰发言，直接对话科团。说实话没有加拿大，然后还是那句话，这把先全程跟我在一块，我一直在做任务，我的任务都快做完了，我现在移石头了。虽然科团的行径很可疑，但如果他是狼的话，他确实没有必要刀了人报警。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位置都在哪里？因为这把死了两个人，一个是铜珠，还有一个是秀才。就是想要他知道一下大家的位置了。先是不用盘的，他全程就跟我在一块，他就护着做任务的那种。然后就过。刁德一发言。的确说的没错，我很认同轰轰的观点，科团为报警人，我倒不是很相信他是狼报警，然后没有加拿大鹅啊，我全程没有看到朱大强。你们到现在专业杀手还在对吧？如果按照科团的这个逻辑的话，专业杀手还在，刺客狼在不在我不知道，但是在这种局必须得把你朱大强和小温打出去了。在我的视角看啊，我直接拍身份，你狼，你朱大强应该是个专业杀手，把你票出去，我报身份拆掉我，以先和空空为好加科团，那就是你小温，你拆吧，我是网红啊。朱大强请你拍个身份，拍不出来全票出朱大强，我是网红，过。先发言哦，这把我还是觉得团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呢他有可能我跟轰轰哥哥一直在一起啊，他也没有机会动手，但是他报警人在我这里做一半的哈，所以看大强怎么说吧。朱大强发言，首先我严重怀疑刁德耶，为什么？是因为已经到赛点了，刁德耶身边没有人，很奇怪。那我有权利怀疑刁德耶是那个单走的专业杀手。那团团是那第二匹狼吗？我这把全程跟小温绑票在一起，我们两个铁好一直在钓鱼，好吧？然后至于我什么身份，我不想报，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刺客狼在啊，穿任何的身份都有可能被猜，所以我只能说小温你也懂我，好吧，过。为什么我也会有点怀疑刁德一，因为轰轰跟西恩两个人死保在一块，我呢第一把我就说了我是一个什么白板鹅，我什么身份都没有啊。然后呢我刚刚一直都是有大强是在我身边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可能，他刀了人一瞬间又回到我这儿，是不可能那么近的，你知道吧？然后团报警他起码就在我这儿，他刚发言还我觉得他是做半个好的，感觉外置位就只有刁德一一个人了，所以我这一把可能会偏向投刁德一。我
他没队友的呀，他队友在哪呢？完了，这都没结束，完了！场面呢？现在有多少？你是什么身份啊，小温？你确保我都从第一把到现在，我一直在说我就是一个白板鹅，你知道吧？我也是只鹅。小温，你确定你没有被朱大强养猪？那么多鹅，是两个哦。对，他一直在我的视野里面，你知道吧？他离我很近，而且一直都有声音。我跟轰轰在一起的。对啊，先不，先全程跟我在一块了。哦，我要崩塌了。不能在这里久留，这个位置要死。走。问题很大。坤哥，这把我保你，我只是有点心疼你。他就是为。没事。哎呀，我不行。这把我铁保你，轰轰哥哥。没问题，这把我也铁保你，要出你先出我，走训练场，直接双人设计打靶，直接走。好的，我就跟着哥哥一起走，好吧。无敌，这把真无敌吧，这把就靠任务就能把狼直接拿下。走，必须互保，不用互保，就我保你，单方面保你。等我一下，金币领一下。我要崩你了！先全程跟我在一块了。我要崩塌了。我觉得咱们不能不报警了。咱们之间上一把是有一个弃票的，那应该是有个猎鹰。那如果刀了团团，这游戏没结束，那现在明面上带枪的只有心了。那心，你是那个猎鹰吗？我是那个铁猴啊，因为我确实跟小温一直抱团走。那是不是嗡嗡仔你被养猪了？我这把建议先把心投出去哟，过。在五子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刚刚是很细节，我操，是有一个是弃票的，那就说明场上是有个猎鹰，然后呢带刀就只有心了。然后如果是说团是猎鹰的话，那游戏肯定就结束了，是吧？所以我肯定不认先这个警长牌，我觉得轰轰你肯定是被养猪了。然后上一轮我是一直跟大强，我确定他是一直在我周围的哦，所以我本来我是怀疑他，但是他没有对我动手，而且他也没有时间去刀人。我觉得我这边肯定会投先过。哇，哇，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直接过。哥哥，你一定要信我呀！你一定要信我呀！我要刀你，早就刀你了，对不对？轰轰哥哥，你也要。哇，你也别叫我哥哥哇！他一直，我跟你说，他一直在养大强的猪啊，对不对？你要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我那么敢铁保你啊？你醒醒啊！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啊！他把老子叫麻了，他把我叫麻了。他把我叫麻了，迷失了。这会舒服，舒服惨了。你这个智商，你以后怕是要招坏女人骗财的。我真的，我说你，被美色迷失了双眼呐，昏昏沉沉，昏昏沉沉，轰轰感觉要出他先出我，还好，昏昏沉沉。各位，我就先溜了啊，你们玩啊，拜拜。拜拜他最
做投票投多好慢啊，就犹豫半天感觉。我操，坏女人，哇，头好痛，长脑子了。CPU 烧烂了，哇，我脸都被他打红了，我操，受不了了。等一下，麻了，我真的麻了，我真的只能在最后再说一声，我真的没办法，我只能在最后喊他一声，我真的。行，哇，他这不走了，直接报身份，怎么说直接报身份？我但我不在，你好，你是不好的。我靠，你先报，我就跟你说呀。你先报，我不会骗你的。你先报，你又不信任我。不是，你别拿枪打我，你先报。Okay. 啊，好好，我先报，我是猎鹰。又骗小孩。喷泉。啦啦啦啦啦啦啦！尸体。就很棒。